公老公，今天我們有什麼節目啊？不如在家裡看場戲先吧。好啊，那你想看什麼戲啊？就狂舞派啊，聽說那套戲很多跳舞的場面，適合你啊。是啊是啊，那套戲幾年前上映的，我們都沒看過。都慣的啦，次次新戲上映我們都不是第一時間看的啦，就等它下了畫我們上網看回咯。那也好過連戲院都去不到啊。又不浪費時間坐過幾小時車去回上次那間戲院看什麼？其實在家看也挺好啊，因為我們次次去戲院看戲詳情都要昂起個頭來看，整三個小時的，很辛苦的。不是咯，那人買票有得選位，我們給同樣價錢又沒得選，還要焗著坐第一行。還有啊，買票櫃位這麼高，次次都要麻煩人家，真的挺不好意思。好啦，那我們在家過一下二人世界先。嗱，戲我陪你睇咗啦，一陣間你陪我落去商場行下喎。而家轉季啦，我想買衫啊。係上網睇咪得咯，橫掂你都入唔到去，個試身室咁細，條路又咁窄，輪椅都入唔到。上次你揩到人哋啲衫，俾人哋跟到實一實，幾尷尬。其實佢哋啲貨架可以擺開少少，留翻條通道俾我哋行咪得咯。啊，係啊，嗰度有間女士用品店啊，開張咗啊。佢嗰啲貨品啊，可以俾我哋自己揀到噶，同埋有個試身室俾我哋去入去試噶，好方便噶。如果香港多啲呢啲鋪頭就好啦。希望啦，咁你想去咪陪你落去咯。嗱，記得要去埋廁所先好落去啊。嚇，我而家唔急喎，落到去先算啦，好唔好啊？嚇，落到去先算啊？嗰度又冇自動門，次次都要同你推咁多道防煙門先入到去，咁鬼死麻煩。咁又係嘅，嗰啲洗手間又成日俾人鎖住咗，所以我哋要去洗手間啊，都要揾人開門嘅，一味係咁等咯。好似上次去嗰個廁所咁咯，成陣煙除，有多雜物，成間垃圾房咁樣，真係唔急都唔想去。咁啊係啊，我哋啲輪椅朋友次次去親街都要計住時間嘅，但係點都好，我今日一定要出去行下噶咯。唉，好啦，嚇鬼咗你。哎呀，布帘坏咗啊，咁点算啊？好嘢，可以翻屋企咯。耶，我都唔明嘅，咁大个商场得一布帘，真系唔欢迎我哋啲伤残人士嘅。嗱，你都明啦，点解我选择唔出街咯？宁愿。其实啊，咁大个商场应该加多一两布帘，唔系净系我哋需要噶嘛，有啲长者啊，同埋推 B B 车啊，都需要用 lift 噶嘛。其实我哋系想去个街啫，咁简单。香港政府真的做得不好咯，呢方面嘅嘢，我哋咁卑微要求，淨係落去買啲嘢啫，食啲嘢啫，都咁帶嚟咁唔方便。希望大家都關注一下我哋嗰個使用問題咯。對普通人嚟講，只係一個方便，但對我哋嚟講係非常重要噶嘛。係啦，冇錯，冇辦法啦，翻屋企啦，唯有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其實我哋同大家都一樣。都有娛樂和出街的權利。如果政府可以一步到位，令到香港是一個無障礙都市就好了。希望大家為無障礙的社會出一分力，創造平等共融的社會，令到我們坐輪椅的朋友可以隨意地去街，那就開心了。